Intel 公司的创办人之一摩尔先生提出了所谓的摩尔定律，相同体积的晶片上能容纳的电晶体数目约每隔18个月便会增加一倍，性能也将提升一倍，但价格不变。材料的物理限制，制程技术亟待突破。由摩尔定律所引领全球资讯产业是否还能屹立不摇，就面临的挑战。